竹安镇画面中，多名员警在外埋伏，全副武装，见时机成熟，进到一处民宅内攻坚。原来这里面是毒窟，警方接获线报，发现新北市板桥某处民宅常有陌生人出入，行径相当可疑，组成专案小组申请搜索票攻坚。事发在8号晚上6点多，警方进到屋内，一共查获6名嫌犯，都在里面吸食毒品，统统遭到逮捕。员警并在房子里面起获2级毒品、安非他命及各式毒品咖啡包，还有毒品吸食剂等工具，并查获贩毒所得87000多元，甚至还在里面查获1把手枪。事后将6人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。以上为张道金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